罗志祥坦言，认识周扬青之后，进入他的诸生，哦，我是说他的人生第二阶段。这次恋情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两人认真经营的决心。小猪24号在上海举行演唱会，周扬青也默默坐在台下支持男友。他怕惊扰工作人员，不希望男友演唱会被模糊焦点，还提前离场，后真是很贴心呢。这段时间观察下来，周扬青和罗志祥虽然是远距离恋爱，但他愿意配合小猪忙碌的行程，除了多次飞来台湾陪伴，这次男友上海开唱，他同样坐在台下支持，顺便宣示主权。另外在小猪忙着彩排时，他也贴心带着猪妈玩乐上海大吃美食，抓紧在准婆婆心中加分的机会。之前他每每碰到节日都会嘘寒问暖，厨艺也相当不错，再加上个性大辣辣，毫不避讳承认真心，就连吃饭也不会刻意矫揉做作，大口狂吃的自然表现让猪妈相当满意，对于恋情也不刻意张扬。这次伺候准婆婆到位，看来是稳坐主导位置了。